娃娃，炸两个冲天酒，光着俩小脚丫，踩着俩风火轮，乾坤圈手中拿，混天绫护着他，轩辕剑满弓拿，两眼是照妖镜，双腿是追风马，乾坤圈伴着他，上天下海本事大，三刀六臂显威力，千人百战斗魔法，有我的名字叫什么，哪吒哪吒小哪吒，第一集哪吒出世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商朝的纣王出兵讨伐几个敢于反抗他专横暴虐的诸侯王，得胜回朝。只有周文王姬昌死里逃生。下腰啊！我申公豹帮你治一治，来呀！在，给他套上刑具，让他三个月不得直起身子。大王万万不可！太师有何不可？不会弯腰，那就要治一治。三年了，都三年了，这大汉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这井都快干了，就这点水了。是啊，夫人，你快进屋歇息吧。三年了，都三年了，怎么还不生呢？唐官今年怎么还不上贡啊？大王，陈塘关三年大旱，民不聊生啊。陈塘关谁管？陈塘关总兵是李靖将军，
把他杀了。大王不可呀，据臣所知，李将军是一个爱民如子、治军有方、勇武善战的好官。陈塘关不是临着东海吗？有的是水呀。那大海的水能用吗？大国师功法高明，何不坐法降雨？对，大国师，赶快降雨。那臣就试试。快，让老天爷降雨。这是哪儿啊？你确实是见了鬼了啊！我是看你会点三脚猫的法术才照你做的，没想到你这么胆小，不成器的东西，你要是再跑一步，你的小命可就没了。请问这位娘娘，您在哪儿呢？我就是你身后的大石头石矶。石矶娘娘，娘娘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我哪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啊！啊，实话告诉你，我是被女娲压在擎天柱下的大石头啊，已经1000年了。我需要你帮我做点事情。为什么您要找我呢？我想找你这样的人已经很久了。哦，我有那么出色吗？像你这样心肠坏的人也不好找啊。哎，可是我打不过女娲呀。废话，我要你给我送100个壮丁来，我要吸他们的精华，增长功力，现出身形来。啊，100个，这个100个，你想好了吗？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，想好了，想好了。你可别敬酒不吃罚酒。怎么样啊？是，娘娘这么大的法力，我有一事相求啊。我家大王非要臣在陈塘关降雨，我要是做不到，大王这一生气就会要了我的命，而要了我的命呢，这100个壮丁可就……这好吧，你可以嫁祸呀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国师，你到哪儿神游了一趟啊？我们大家正等着你呢。出去转了一圈，想出降雨的办法了吗？大王，降雨的办法暂时还没有。啊！但是臣知道了陈塘关3年大旱的原因了。陈塘关总兵李靖的夫人殷氏怀孕3年不生，那肚子里一定是个妖孽，只要能除掉这个妖孽，就能解除3年大旱。有这事儿？
五张，看哦。金吒，我都等了三年了，弟弟还没出生。木吒，我那时候等你才等了十个月。我们都是十个月出生的嘛。就是啊。哎。希望这祥云能保护我的孩子。哎，可是都三年多了，这个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出生呢？快了，我都感觉到他的小手在挠我呢。夫人，你快歇着吧。报！报！老爷，大国师到了。啊？啊？陈塘关总兵李靖参见大国师。给国师上茶。免了。闲话不提，这次我来陈塘关只为一件事，李将军可知道是什么事吗？卑职不知。最近天狼星犯九宫，左六出位，你可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卑职实在不知。你当然是不知道了，你要知道你就是大国师了。李将军，陈塘关可是个好地方啊，山也清，水也秀，只是三年来没下过一滴雨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请大国师指教。卑职每日带百姓挑水抗旱，解民饥渴，希望能有好办法解决，请大国师指点。我听说总兵夫人怀孕三年不生。是，我说的就是这件事。陈塘关总兵夫人怀孕三年不生，陈塘关三年大旱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这……这完全是不相关的两回事。不相关？嘿嘿嘿，大王让我以龟甲占卜，我接连占了666卦，发现了陈塘关出了一颗灾星，而那颗灾星不在别处，就在你夫人的肚子里。那个三年不生的东西正是一个妖孽，这样的怪物不除，陈塘关就不会降雨，天灾人祸就不会断绝。我们家世代忠良，怎么可能出妖孽呢？这可是大王的意思，大王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的。夫人。要不让我带着殷氏进朝歌，要不就地解决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生了。夫人已经生了。他可真会挑时候啊。国师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还请国师在大王面前多说两句好话。我这就抱孩子给国师看看。孩子呢？在哪儿？是个妖孽，已经扔了。扔了？大国师神机妙算，那孩子生下来是个大肉球，果然是个怪物，就叫家人扔了。大肉球？哎，没想到果然是个怪物。是个怪物。怪物。
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老爷吩咐让给扔了。啊，扔了？因为他不是个孩子，他是个大肉球。什么？我的孩子？老爷，不管他是什么，他是我的孩子。夫人产后虚弱，快回去歇息吧。为什么要扔了我的孩子？不管他是什么，他都是我的孩子。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要找回来。夫人，我的夫人，孩子，夫人。Thank you.
我们就叫他哪吒吧。好，明明是妖孽，怎么变成人了？嘿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是他，就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少年英雄小哪吒。上天他比天要高，下海他比海更大，驱魔妖魔降鬼怪，少年英雄就是小哪吒。有时他很聪明，有时他也犯傻，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。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般大。